那么贵啊！不，我晓得，你慢点，你都吃几座。你把猫还赶出来，你的 scam 还没好吗？看你做的那愁眉苦脸的。好的，95%了。那你在那想啥子呢？我在想啊，这看到要不得好久，20几天就生了，生到起这月子的这个饭哦。我以为你愁眉苦脸在做啥子，为那个事还在发愁吗？清淡的为主哦。我也晓得清淡的为主啊。他那个口味平时还没重，一哈改变过来，他怎么解释得了？你不想给他煮饭吗？是啊，这个饭不好煮。什么？你还有心情在那里化妆？你看你婆婆愁得愁不得？愁啥子？她把你生了娃娃，月子餐不好煮，她在那愁得愁不得？我去看看妈在愁啥子。妈，来吃点橘子，你莫愁了，你在愁啥子？我愁你儿生了这个饭不好煮。你这么早就在愁这个事了？还要得好久的？也还早啊，还要20几天就生了。其实我也有一个想法，我本来想跟你们商量的，你们回来之前我就想起了，但是一直没跟你们商量，我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。你一晚上也睡不着，你一天想的啥子嘛？其实这件事情我已经想了很久。我坐月子的时候刚好有过年，过年的那段时间是特别忙，有人走两个活，宝宝也要上班。等哥的话肯定还要拍视频，也许我们还忙不过来，所以我心里就在想，要不要请个月嫂哈？要得嘛，请个月嫂要得好多钱呀？请个月嫂的话就10000多。那么贵啊？不，我晓得，你慢点，你得吃几座。你把猫还赶出来？都是这个价钱啊，好的要10000多块钱、啊，还给你改变个生活呀！我没煮的饭，再说姥姥煮的饭肯定也不是那么好吃。邓哥，你的意见怎么样嘛？想要啥子嘛？整清淡的那个部分吗？我肯定得行啊！再说我们那屋头就那么大根儿，你再请个人来都不方便嘛。啊，清淡的哪个不会煮？那我也会煮的。啊，你去煮出来，它就可能不是那么个味道。人家煮出来味道肯定要好些嘛。觉得我还是不同意请月嫂。我觉得我把他照顾得好，关键是不方便，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陌生人住在房间里。不是怕月子里给他煮饭，我就是想让他月子里也吃得开心，花点点钱也没得啥子，就请一个嘛，到时候你们肯定会很忙，难免出去都走个热乎啦。不请，请啥子嘛？啊，原不是饭都是清淡的，吃起口味都是一样的。那不，人家月嫂肯定是煮的饭比我们煮的饭肯定要好吃些，钱花了嘛也可以挣喽。其实我无所谓，我最主要是怕过年那段时间太忙了，然后你们忙不过来。请月嫂，我还不如把上面丈母娘接下来照顾你，我还放心一些哦。我还要得哦，把她喊进来，我们一起买个菜啊，煮饭，我们一起来。青儿，你还妈在那吃了半天，那就是怕你月子吃的不开心。他当时我记恨他哈，不得，那个猪都一样的。